你是新来的？啊？是不是新来的？长得那好看呢？呀，你咋这好看呢？和我家大美妞有点像呢。啊？小咪咪？小咪咪？那不有猫粮吗？吃吧。啊，你要求挺高啊。那没有别吃啊？那不有猫粮吗？啊，吃了一些呀。这小猫不怕人，这小猫一定是家养的，又跑出扔的，又新来的。你看和我们家咪咪是不是有点像？但是一瞅这个猫就温柔啊，就不像我们家咪咪那眼睛立立着那样是凶凶的呀。你看多温柔，哪能好看呢？哎呀，哪来这么多可爱的小猫啊？为什么都流浪了？让我看见你们这样事儿的，我心里真是挺难受的。可是我那么多，我整屋里我也养不了啊，太多了，养不起你们呢，我就喂喂你们吧。来了就给你们点吃的，哟，上了，妈呀，啊，那好看呢，你常来吃饭啊，碰着合适的要有喜欢你的，我好给你找个家啊。你看看你咋那好看呢？啊，你长得太好看了！啊，吃饭了是不是？看那猫粮下去那么多，应该是吃饱了。昨天晚上我看着它呢，昨天晚上第一次看见，来了以后我就看到它就是不怕人。你看看长得多好看，胖乎乎的，狸花猫。我们家咪咪是。狸花猫身上带着那虎斑花纹的，应该是串的那种。你看它这个应该就是纯的狸花猫。喂，咪咪，小咪咪，那你搁那趴着吧，那可热乎了，可厚了，挺老厚，挺老厚的背。为什么招这些猫啊？你看外边猫砂、猫粮那么多，它闻着味儿上来的可能是。你进家呀，上我们家待会儿啊，我给你开门呢。啊，你进不进来？我给你开门，你试试啊。啊，有喜欢狸花猫，我给你找个家哈。等着，我给你开门，你试试还进不进来？进家了，够呛，能敢进呢？来，进家了，来，进来待会儿，来，来，进来吧，来，来上我们家待屋待会儿来，看看。有喜欢你的，给你找个家什么的。你咋长那么好看呢？妈，长胖乎了，看那大脸，哎呀妈，那么漂亮啊！是啥品种啊？是狸花猫。进来来，进来来，进家了来。来，它不怕人呢，主要是这样式就好弄。来，猫猫来，来进家来。啊，你上我们家待会儿啊。上我们家屋吧，好不好？来吧，来，这不怕人呢。妈呀，这好看的呀！摸摸，摸摸，哎妈，不怕人呢。这家养的猫猫跑出来的，这是，你看这大长的，啊，你看我咪咪又跑出去了，看我摸你生气了。我大美妞啊，你进我们家呀？有喜欢狸花猫的，我给你找一个，好不好？啊，不怕人，这脑门这是整啥呀？粘啥了？妈，是受伤了怎么的？不像受伤，不疼啊，这是咋的了呢？受伤了？啊，进屋好不好？你看你长多好，妈，真能进去，妈呀，哎呀，进去吧。哎呀，这个不害怕呀！这个大猫太好了，这长得又大又胖的。哎呦，这家伙得有10多斤，好像是得，也不怕人呢。就这样式猫好弄。哎呀，这大个儿，你是在谁家的猫啊？这也不怕人呢。这进家了像搁这屋待了好久的感觉呢。啊？啊，猫猫，
你咋那么好看呢？你就别走了，跟我们家吧，行不行？妈，太多了还不行。哎呀妈呀，我给你找个家哈。那天有个小伙，是小伙，是谁呀？我倒不知是小伙，是小女生。你喜欢狸花猫，看好我们家这只猫了。那天来个小黄猫的时候，我问他他养不养，他说他想养狸花猫。我看看，我问问他，他要是喜欢的话，给你领养去。妈，这家太好了，这家进我们家，你还看这个什么，这不怕呀？上我们家串个门看看哈，看看我们家还行不行啊？你看我豆豆搁那瞅着，你瞅瞅。豆豆瞅着有点难受了，跟我看我摸它，咪咪气的腾一下就跑了，一新来猫就生气，哎呀，这精神，妈，这太精神了，还可以吧，我们家呀，啊，哎呀，这大猫嘛，太好了，哎呦，这是家养的。这是不要了，是怎么的？这么好的猫啊，你说，这得多大？比大猫猫还大呢！啊，看豆豆来了，看妈妈豆豆，妈呀，我豆豆跟你看，还挺喜欢它啊，妈亲亲，哎呀，你是公猫是母猫啊？这尾巴也没竖起来，也看不来呀。妈，好像是母猫啊。啊，公猫，公猫一会儿大点，那公猫，公猫应该也不是说的很大那种公猫，岁数也不大。哎呀，这也不害怕人，这下好弄。我问问哈，我问问那小伙是不是小伙，不知道，问他要不要你，喜不喜欢你，看看，我给你拍个照。啊，弄点吃的给你的啊，搁外边吃没吃饱？啊，吃没吃饱？我再给你弄点吃的来，再吃点吧。这还有罐头拌的猫粮，来来宝贝儿来来这呢，这样不害怕，来吃这个，吃吧。妈不稀吃，不是你是不是流浪的？你要不是流浪的，我再给你送人了，你说能怎么办？哇，这太好了，这猫不像流浪的呢，咋？能是流浪猫啊？但是瞅那样子嘛，不是那么特别干净了。但是脑门那块还有点什么玩意粘上了，什么坏的？不像坏，还像坏的。你是不是流浪猫啊？我怕我跟你，要是跟你要是有人要你了，你得有家怎么办呢？啊，猫猫，还是观察两天吧。我怎么觉得后边有一家，后边不是流浪猫。我想起来了，去年夏天时候，妈呀，我帅帅，去年夏天的时候，我们在外边那个小公园里边坐着，就看见过这个猫，那只没有这么大。去年夏天，秋天，快到秋天的时候。就是他了，哎呀，不是人家有家，哎呀，有家的猫，他家也是散养。我说怎么这么不怕人呢？啊，你看看多好，这猫长得，那时候我看见它，我就喜欢它了，又让摸又让抱的，你说，我后来人家他们有说的，是有家的猫，那阵我还没收养那个帅帅和那个小浩他们呢。我就特别喜欢它，我想给它抱回家了。后来他们说这家可能这个猫有家，可能是，也是个一楼养的，一楼那家就是散养的，他家可能还有别的猫。要不它不能这么不怕人。就是去年我看着你那个小可爱哈，去年我就好喜欢你呀、啊，比我们家这些猫都漂亮，你看看啊。啥意思呀？上我们家串个门，你不回去能不能行啊？待会儿不得来找你呀？啊？要不是我说他不稀吃我们家的东西呢？
啥鸡都不吃，罐头半道上也不稀吃，人家只是吃的好。哎呀，啊，好了，搁这串个门待一会儿哈，完一会儿就回家啊，打灯。哎，有家的我可不敢给你留下呀，你主人会着急的。快上卫生间看看，哎呀，自来熟，哪都瞅瞅，太有意思了。出来吧，来，那猫砂盒有啥可闻的呀？啊，来，猫猫，来，猫猫。出来吧，来，上这儿来来。哎呀，你看这大个儿，你看我们豆豆喜欢你了，看我们豆豆喜欢的，就是，哎，啊，想出去啊，出不去了是不是？你不是跟我回来的吗？他们家也是住一楼，也是有块小院儿，完了没啥事儿的时候就出来玩儿，完了这回回不去家了，看你怎么办。哎，太好看了，你比我老闺女还好看呢，比我咪咪还好看呢。我咪咪是母猫，没有这么大脸儿，你看人这大脸盘儿，骨架也宽，嗯，啊。嗯，这呢，猫猫，这呢，哎呀，这好看呢，喜欢死我了都。哎呀妈呀！你说，这家是不怕个人儿。